Hello， 大家午安。我在这里我要先非常感谢K 大大在上午的时候用柯文哲帮我们做了一个宣传啊、所以这个亚斯人城市脑他们之间究竟是有什么关系？今天让我们来谈谈，开始吧。我先来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郭峰瑞，可以叫我瑞。目前是个正在努力脱离网络成瘾症的小高一。若想更加认识我，可以到我脸书，这是我的头贴。开始吧。是比尔盖茨，他对细节痴迷，他不自觉地摇晃成24小时不眠不休的软体开发，而他是主刻薄，他直断，不善与人相处，时常忘记回应他人讲的话，而他是科批，就是那个科批，他不会看人脸色，白目的讲真话，执行力高却不够圆融。以上这三个人，他们就都拥有亚斯伯格症的特质。那什么又是亚斯伯格症呢？在了解亚斯伯格症与城市设计之前，我们必须要先来认识亚斯伯格症。首先，它是一种遗传疾病，然后是属于这个自闭症中最轻微的一环。然后它发生的这个几率是1/1000，而男女比是8:1。再来，缺乏同理心。所谓的缺乏同理心，就是当一群人在对某件事情感到开心、伤心或是愤怒的时候，他们会在一旁，无感，甚至是疑惑。还有，学就是的这个说话方式，就是说你可能会从一个亚斯的屁孩嘴里听到一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等深奥的话，这种学术界的用语对我们而言很突兀，但是对他们而言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还有，他们都是偏执狂，他们会对于特定的主题进行大量机械式的记忆，像是圆周率，或是像我有个亚斯朋友，他甚至将所有甲虫的这个拉丁文学名给通通背了下来。还有，非语文的沟通能力不佳，就是说，这是亚斯最大的这个障碍，他们无法了解暗示，还有不明确的指令。不过在这里是有几个统计想要给大家看一下。首先，这是矽谷，在1987年的时候，矽谷的人口数为100万人，而当地登记的这个亚斯伯格症的这个人口是2400人，而现在，这个矽谷的人口同样是100万人，但亚斯伯格症的这个人数却暴增为4万人。在这20年当中，所增加的这个人口是20万，然后大多数都是迁进来工作的那个迁移人口。如果是那么讲的话，那么在这群人当中，将有20%的人是亚斯伯格症，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还有，英国的剑桥大学也有一份统计。如果你是亚斯，那么你的爸爸将会有12.5%的几率损失；如果不是，那么只有5%。如果你是亚斯，那么你的爷爷将会有21.2%的这个几率是工程师；如果不是，那只有2.5%。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亚斯跟工程之间竟然会有如此紧密的巧合，这究竟是为什么？我是亚斯，而我的许多朋友也是。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一个解答，因为我们是活生生的机器。想要认识亚斯，有脑观之，事实上我们的思考模式跟电脑是很相近的。像各位，这都有写过程式吗？请问电脑是否能够正确的理解？今天要早一点回家，在学校要乖乖听话，你有胆就试试看啊。他们能够正确的理解吗？他们有同理心吗？没有，而我们也没有。我来说个故事好了。
从小在学校就没有朋友，和同学之间的这个互动是充满了困难，还有冲突。像同学过来说 A， 我也回答 A， 那这个回答怎会引来误会，甚至是冲突？这个情况到国中的时候变得更为严重，我和老师之间的这个冲突也是越来越糟。最可怕的时候是一个学期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都在学务处和这个主任组长这个对质还有互呛，后来硬是被辅导室给抓去给医生做检定，才发现原来我是雅思。直到国三的时候，我开始去深入接触电脑，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么片桃花源，一个干净简洁明了不模糊的一个新的世界。我发现与其跟别人沟通，我更喜欢和电脑进行互动。对于我而言，电脑跟我之间就仅仅是荧幕还有键盘而已。在我许多的雅思朋友中，十之八九都在写程式，因为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个令我们相当自在的环境。逼真的写程式对于我们而言是更加的直观，对于我们就像是日常生活中一般，这实在是非常的神奇。昨天的这个缺陷，今天既然成了天赋。这个大概就像是在《侏罗纪公园》里面的一个台词：生命总有它的出路。曾有人问过我，雅思的问题是否能够透过学习来进行改善？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大部分的这个心理师，他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但这只对了一半。在语言理解方面，的确是能够透过自行进一步的定义来了解这个模糊的字句。像我曾有一段时间，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查字典，将我们常用的这个对话中的这个字句，去一直去看字义，然后去进一步的去自己定义，直到自己没有疑惑，能够正常跟别人沟通为止。那么同理心呢？雅思最大的问题在于，精确地了解他人的感情，这个能够学习吗？很抱歉，不行。我曾经尝试过，但是徒劳无功。既然学习是条死路，那么模仿呢？透过大量的观察还有归纳，这个学习心理学跟历史，我发现这的确能够是去归纳出一个规则来应付各种状况。像是如果当别人出现某种特征的时候，那么就代表我应该是要以一些反应来与之对应，这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就都适用。但这代表了什么意思？在1965年的时候，人工智慧这个词被第一次提出来，在这几十年的这个发展下也还不赖。而苹果的 Siri、 Google 的无人车还有 IBM 的华生，这些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例子，但这仅仅是弱人工智慧而已。就如同在工业革命初期的瓦特发明的蒸汽机，这只是一个大革命的开始。而这个强人工智慧更拟人，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目标。而科学家要面临的这个挑战，则是如何让电脑拥有视觉、感情或是直觉。在这里给各位一个问题来好好思考一下，既然雅思能够透过模仿将感情跟同理心变得机可乱真，那如果将同样的一套模式给应用在程式上，那机器能够拥有感情吗？亦或是他们所拥有的有资格称为感情吗？这留给大家做思考。所以来做个结论吧。2002年的时候，心理学家 Baron Cohen 曾经说过那么一段话，这是什么意思？请各位看看你们自己的双手、你们的指纹还有你们的自己，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而我们雅思亦是如此。不过就是因为如此，看看你们四周，看看这个世界，才会是如此的多彩多姿，也才会是如此的不一样。给个掌声，谢谢大家。